知道老师怎么回事。那我自己的话是偶尔了，偶尔就是看状况。是吗？对。夜晚不会来一杯。夜晚是还好，不会。啊，那很好。没有酗酒。没有。还会一起吗？一起。算梦里吧，梦里面去。他是今晚了，约一下。今晚这样子，如果有合作的机会的话。没有，我们可以一起的，是比如说有酒的。啊，或者比如说麻油鸡，麻油鸡有酒，烧酒鸡有，花雕鸡，花雕鸡好像都是鸡。对对对。他们想当送那罐喝完的吗？我还没。对，因为真的很大的，需要时间来一些当口，不是，尽管是慢慢的去品尝它，那么珍贵的酒要慢慢的喝。老乡是不是这一次帮 Jovi 取消演唱会还蛮失望的？当然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天气的问题，天灾的问题，对，我觉得缘分。那阿飞哥也说明年会再回来，那我们就期待他再次来到台湾。怎么会想到说在脸书直播上面自己开自己的小演唱会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直播想播什么就播什么。那有时候就是玩一些游戏，有时候就是闲聊。那昨天因为这个Bon Jovi的关系，那就想说唱一点歌来。补充一下你的伤痛，需要时间的。对。你会想说选 Michael Bublé 的《Home》？他会喜欢啊，我喜欢这个歌。然后，这个歌因为我也没有唱给，没有唱给大家听，就是唱了一下，本来想说唱一小段，结果就唱了整首，委屈大家。有觉得玩上瘾了吗？你说直播蛮好玩的，但是一开始我没有什么太大顾忌，后来越玩越紧张。对啊，一开始就是纯粹就是随便弄一弄。那现在我还是希望还是以一个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去呈现。没电了，要放倒。老肖是不是平常喜欢挑战一些平常不会唱的歌？就比如说。我的滑板鞋。哎呀，那就是娱乐大众嘛，大家有一些朋友会想要听一些你平常没有唱过的歌，或者是他们认为的比如说神曲级的音乐，然后由一个歌手里面唱出来的什么感觉。其实它是纯属娱乐，对啊，那我也不排斥这些音乐，然后事实上我觉得有些音乐确实不错。你自己新专辑的进度怎么样？怎么样拿的歌？高一点是不是？这样可以吗？哪一个啊？这一只，它有那么漂亮吗？现在新专辑的进度怎么样？新专辑？嗯，目前是在准备两张专辑，那两张专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进度来讲呢都是非常来不及，所以。在抓紧时间，因为今年年底希望可以发行一张，明年再发行一张，另外一张专辑。那马丹丹要来，两位有抢到票吗？抢，尽量来，尽量抢。你们有什么红人的管道吗？对，那当然就是能够回去看马丹娜演唱会是非常的这个难得，因为他也见了。尽量。两位是拍鬼电影，是拍那个追梦的历程，那有没有想到神明写的一些回忆？比较记得为了追求。为了追求梦想嘛，那时候都没有帮。倒也还有很多，就是可能为了要去比赛，然后放弃工作，就是去比赛，很多就是这样的，都是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比如说特别的很苦的体验，
成就来说是很快的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对对，就还好。我其实也很快乐，是吧？因为我们都在尝试我们自己最爱做的事业。然后我出道前我是在餐厅嘛，然后在餐厅以前呢，我就是做音乐的老师这样。那其实都很快乐啊，因为你可以用自己的专长跟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还有大家喜欢的音乐去工作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刚刚有讲到就是少年时期的偶像跟歌曲，自己现在有想到哪一些是可能以前爱情啊，年轻时候的那个自己心里的？我小时候就是爱孙燕姿，真的啊，你问我哥哥跟他要，但是真的，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买，然后我开始看他洋迪，我怎么看他里面男主角都不顺眼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怪怪的。那时候要不要找他合作？我认识他，对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我们合作过。对，可以说，有跟他要电话吗？对，之类。没有，不敢。当他 MV 男主角吗？哎，好。换成他当 MV 女主角。好。因为他现在。对吧？他嫁了。我当你的女角，我当你的女主角。头发可以，头发可以，你也可以出来。但我还是很爱他的。那你以前为他做出什么疯狂事情？疯狂的事情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记得有一次，那个他好像办了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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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没有去的。不过但是我想去。就是好像我忘记是知道是在橱窗里面还是怎么样，有这件事情吗？我有点模糊，但是他是就是跟那个观众的一个互动，然后你好像可以，我忘记，但是我记得我想去，但是我又没有那个冲动，对。最疯狂，还不够爱他？没有去，不是这样，是爱他，保护他。那他结婚的时候你有哭吗？没有哎，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睡过，心碎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他 MV 男主角的关系，我就心碎。然后我记得有一首歌是什么，有一首歌是什么，然后竟然泡在温泉里面，我就受不了了。喜欢女生是声音比较美。我以前很喜欢。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菜。不要这样子讲话。怎么可以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个女生？